大家好，在 Skyway 呢，这里有一个昌发，我们今天来看看这里一家昌发的物价是什么样子。这个超市我是第一次来，这里是免费试吃的奥尔良烧烤酱，油水虾18块钱，这些虾都是活的，蓝蟹2个5块，螃蟹1打22块钱，生猛龙虾请勿自行动手，自己拿不算，特价有需求请让员工帮忙，1磅8块钱。味儿的生蚝13块钱，石头蟹5块，秋刀鱼。为什么会叫秋刀鱼呢？这个问题我估计只有周杰伦能够解答。这些鱼，在这个昌发里面竟然有4菜1汤，这一盒花生米3.5块，可以讲呢，比我炒的好，因为它没有糊，然后它的个儿也比较大，但是3.5块我觉得还是不便宜。但是如果你省事的话，这种就很好了。卤鸭掌4块，这是还是鸭脚，鸭脚都是4块，它全是鸭脚。这里边这猪耳朵，这个好像很好吃，但它这个玻璃，这边是4菜1汤，它这个玻璃，菠萝5块钱1个，菠萝最近涨价涨得很凶啊，之前这个菠萝也就1块钱2块钱。黑李子3块，黄桃3块，扁桃6块，水蜜桃3块，黄金瓜1.99，白萝卜6.8。鲜香酸菜鱼9.9块，这个买回家就能吃吗？锦州山野生小黄鱼3个13块钱，三袋是13块钱。五谷脆肉皖鱼片2个14块钱，就是这一种。青口肉5块1袋，这里边全是青口，这个肉挺好吃的。花蛤肉6块，这个是福字海鲜神棉6块，这个我买过，但是我把它煮烂了就不好吃了，我不知道这个要煮多久，应该不会很久，因为煮烂了真的不好吃。韩国丹洞生蚝3个9.9块，这个是多少个呀？我们来看看啊， keep freezing， 这个是8盎司的，这里边有多少个就不知道了，它没有写，也没有快过期啊，我给它算算吧。3包9.9，这一包只有3.3块，3.3块的话超值了，这个超值，大家赶快来买啊。韩国冻生蚝块还是这个吗？这个还不一样，这两种不一样，这一个是冻在一起的，这个是11块钱，但是它好像是一个牌子的。田螺肉5块钱，这么一袋，这个我不爱吃，我承认它很好吃，但是我不爱吃，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小的微型的动画，就是讲一个人天天吃这个，最后它变成了一个这个。刀切鱿鱼6块，鱿鱼须也是6块，这个全是须子，喜欢吃须子的直接买这个，喜欢吃鱿鱼块的直接买这个，哎，分工合作啊，这很好很好。然后这个是小墨鱼，我感觉就是鱿鱼呀，对吧？应该是有点小区别，但我觉得就是一个味道。韩国鱼豆腐2个9块，这个卖的贵呀。福州鱼丸大包23块钱，这一包23，鱼丸2000克，2000克是4斤。鱼丸系列2个8块，这些都是通通8块。牛肉片12.6块，还是牛肉片12.3块，13块2毛5。走地鸡蛋3.6块一盒，这个鸡蛋3.6块9毛，这一个是6.6块，18个的，上边这种4.7块9。妈咪包子系列3.5块，6个包子，这个包子我估计这6个我都吃不饱，但是它只有3.5块啊，你如果吃一个快餐的话要7块钱，那么你就要吃12个包子，你一定能吃饱。大生油豆腐9毛9，超级便宜，干快来买，这个东西又好吃哦，我爱大生。
这边是烧烤的酱，哇，烤肉蘸料，哇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这个，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？这个又是蘸料，这个是烤什么串啊？哎，我就一直非常的急需一个这个呀，但是我又想到我这个体重是吧？这边全是烤肉蘸料，哎呦，看着好香啊！孜然粉、烤肉料，但是最好的烤肉料，我觉得这个还是看着这一款好哈。看着它，就是让人看了这个瓶子呢，它有一种食欲，看你真的会很想吃，很想吃，特辣味儿。这个太辣了，我觉得一般人受不了吧，辣味指数5颗星。等我决定烤肉的时候我再来买你，你等着。我天哪，这个枪发了算199一个，哎呀，199一个。我上次拍另外一家超市的时候是1块钱2个，对吧，可能是涨价了啊。大番茄1.5块，这种西红柿好像炒的时候它没有汁，炒鸡蛋西红柿的话，鸡蛋是鸡蛋，西红柿是西红�柿，没有搅到一起去。冬瓜3.8毛1磅，其实冬瓜很好吃啊，我喜欢吃冬瓜，但是我近几年也没有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老婆不会弄。以前我在老家的时候，我老爸这个搞冬瓜搞得一流啊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紫皮紫薯199，这个白皮紫薯399，日本番薯199，番薯7.9毛。土豆5块，5磅的，它是5磅，这一袋是5磅，5块钱，和1块钱1磅。这个土豆是1.7块一磅，红土豆1.5块一磅，白土豆2块钱1磅，真的卖得贵呀、啊！但是这个土豆炒出来好吃，你知道吧？它好吃。红萝卜1块，青萝卜1.7块一磅，毛瓜1.5块，长瓜也是1.5块。苦瓜还是1.5块，丝瓜3.99，菜瓜1.1块一磅，这菜瓜比较新鲜。空心菜、水通菜2.5块2块，玉米2个1.5块，玉米削得非常整齐。韭菜瓜2块，韭黄是4块，韭菜2块，大葱是4块。中蒜苗4块，大蒜苗3块，茄子8毛，西芹2块，莲藕3块。昌发的小西瓜是3块1个，大的卖到13块钱。底下我的拳头吧，黑皮西瓜9.9块，黄皮红肉西瓜1.5块，这种是西瓜。就是西瓜，你们能相信吗？这个是西瓜，我活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种西瓜，这让谁看谁也不能说是西瓜。这个是无花果干，我以为这是月饼呢，因为他们说马上要中秋节了，现在很多地方卖月饼，我说这月饼怎么还有一个馓子卖的，原来不是。百威啤酒30罐24块钱，30罐24块钱，价格非常公道。喜力啤酒24瓶37块钱，就是这一种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啤酒爱好者，你真的可以买这种百威30罐的这种啤酒，24块钱非常合理，自由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昌发超市，你觉得它的物价贵吗？欢迎大家帮我订阅点赞，拜拜。